草莓巴斯克，然后上面是我做的那个草莓冰糖葫芦，先尝一下。都有。你吃个大的，还可以，姐妹们。大部分做失败的，还有玉米，那个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我还吃完了，你不吃啊？还没吃完嘞。巴斯克，我吃这个嘎嘣脆的糖。草莓冰糖葫芦太好吃了，你吃这个小蛋糕不？不喝。就蛋糕上面这几个做成功了，哈哈，哇，好吃，绝！给我个饭，那你呢？那我太硬了，太硬了，那我吃吧。你看，你吃完了。这个糖是最后一次熬的，熬失败了。看看嘛，对，大赞前河。
西瓜酱。哇，太香了吧，姐妹们！金卷菜，超好吃，特别筋道。用这个金饼卷的辣条也嗷嗷好吃。
吃的。哇，那超好吃，姐妹们。嗯，这样卷一起，一口一个。包得满满当当的。